同学们好，大家好，大家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晚上好。今天这堂课是国风古韵箫影视拍摄剪辑技巧，在中国孩子怎么学中文，华文教育中的文化因素教学，字中的文化软实力，老师如何打造个人品牌，如何增强华语教学的互动性。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这些符号和符号之间在结构上有什么关系，副词跟名词性词语形成的行动源之间的关联啊，说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处方。那在汉语当中呢，辣呀，就像它的味道一样，它是刺激性的啊。自当火燎大清，我们怎么能够体会汉字的博大精深？其实是要通过经典，一个桥批背后就是一个故事，教之道，贵以专啊，后面等等等等。所以他就告诉我，人一定要学习啊，就是 how to be an excellent Chinese teacher 啊，专注是脑实现了所有功能协调整合的状态。 PPT 呢啊，它的本质呢就是这种可视化，无论是手机单反摄影机，哪怕我们说电影机来拍摄的话也都可以传播的，有他自己独到的心得和他自己独特的经验，去分析我下面的目标、重难点、方法、媒体选择的合适不合适。感情要运动，声音要变化，状态要自如，那使得我们汉语的语音呢富有节奏感，富有音韵美。你最擅长什么，你就确定你的品牌方向。要善意发现你，发现量。迎合孩子喜欢搭建的这个特点，用手去拼凑的特点。孩子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，不断的去重读啊其中的某一些有价值的片段，跟他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或者说快乐童年紧密的联系起来。就是在心理学上来讲，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自我意识发展的飞跃，对他们来说很重要。课堂上的互动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他可以真正的在现实生活中互动。一个成功的汉语老师，他一定是文化学习的合作者，而不是冲突制造者。